来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方老贵了，你要是当老师的话，我投诉他们。你放心，他们没有找我。这个你看一下。什么呀？春晚隐藏的高考考点。高考考点？哪儿弄来了？你先看一下吧。经济、生活、政治、生活、反腐问题，这么重要的情报，老师是不是给你喂毒上了？我看春晚的时候随便记了几遍，这个都是考点。哎，怎么一有补习班就能看见你们俩？哎，你怎么来了？这班这么贵？哎，我老头呗，非要给我报，拦都拦不住。不是你来干什么呀？春晚节目中隐藏的高考考点，你好好的看一下。咱们又不考这些。耗子，你对世界认知不能停留在高考这个点。我们作为人类生物的个体，其文化素养和积淀是不分文理的，知道吗？对，知道。有道理。哎，我文科盲点挺多的，哎，那我得仔细看。你等会儿，仔细看。哎，这真不愧是一哥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得分你两份，自己一份，小七一份。啊。你们好好的记一下，然后好好的分一下。嗯。都是考点啊，千万不要上当。拜拜拜拜。谢状元。我去复印吧，原件就留我这儿。不行，这原件粘着状元的手镯呢，带着灵气和仙气儿，我回家得给他裱起来挂墙上，天天膜拜。